晚课。放一字句，
Oh, man.
Thank you.
Oh.
Amen.
子
生命电视邀您一起传播佛法，慈悲愿行，让佛陀教法远播全球。护持话拨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食品药物管理署署长吴秀梅。台湾疫情已经渐渐稳定，为了要让民众恢复正常的生活，国内也开始推行防疫新生活运动。去餐厅用餐的时阵，要保持卫生习惯。若是大阵人斗阵食饭，要把联络的方式留予餐厅做记录。用餐前后要正确洗手，保持双手的卫生。野菜请用公用的匙和汤匙。餐厅方面，要照时消毒桌啊。菜单和餐厅内的环境，多吃料理食品爱挂嘴安，手食洗，这也是保持食品卫生安全的重点。最后提醒你，若有感冒、拍咳嗽，就赶紧去看医生，好好啊休困。大家斗阵做好防疫生活，也会当兼顾到舒适的生活。